哦，那没有接应吗？安全吗？有没事？有，繁星在楼上。赛我们快有升级，我们有升级努力了吗？你已经还没升完了满。吧？升完了，升完了。有。繁星，那么巧克力升两级啊，我升一级。对啊。哦，真的是。这么迅复活速。喽！复活喽！活。Good good。哇，那还是来弄弄装备，弄弄装备，多石头。嗯，你可以看有没有人缺，看能不能一次换多一点石头啊。嘿，二零，嗯，来了。这样。嗯，都没有。小光断线。哎呦，断线大法，无敌。哦，嗯，帐篷里的箱子没东西呀、啊？为什么看帐篷里的箱子？哎、欸，那个到底在哪、啊？有隐形人哦，就在那里。有隐形人在那里哦、喔，有隐形人。哦哟，你要炸我哎、欸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我刚刚还以为是我看错。手榴弹，手榴弹，手榴弹！哇！砰！砰砰砰！有啊，他有喷绿宝石下来了。那是我的绿宝石哦，你的绿宝石有活下来。哎、欸，这是绿宝石活下来了。你等一下，放箱子，放箱子。飞在地上啊！地上还有很多金苹果可以捡。还有很多垫脚石，好多垫脚石哦，拿去换一换的。哎、欸，光来了，他们光，我门口，我们门口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们门口。啊、好嘞，杀他！我们门口。冲上去，上不去。卖照啊！光在干嘛？卖照啊！卖照啊！卖照、啊。皮革装哎、欸。对，皮革装，小心炸弹、欸，小心炸弹，他们在，小心炸弹，这样，呼，那就下去了。没事没事，还好没有把他们带走。手榴弹，他把自己炸死了。对，嗯，他们光退去了，先回去好了。嗯，哦，我们家补一下。哦 no， 汉奸没了，炸死光了，你捡到吗？捡回来吗？捡到！我去接，来了，金，我用无敌的，我用资源，有我有弓箭，飞过来的西瓜打掉，打回去了，有死了，撤退，你们刚说他跑回去的时候，小心西瓜，我已经在他家了，已经准备好了，手榴弹先丢好，他们要责怪国王了，没有，是我们的哈基太强了。对，对，你刚是隐形过去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没有啦，没有隐形啦，我在那二楼啦，二楼在看他们，看你们在逛商店，想要丢手榴弹，哎，发现有人要攻，回家，直接炸。哎、欸，那哈基，你要不要中介珍珠啊？完啊，那可以干嘛？啊，可以瞬移啊，中介珍珠可以拿来瞬移啊。你怎么了？中介还好吗？地图有这东西哦。我那个帐篷里面拿的。啊啊！帐篷会掉，会给那个。嗯，这只有一个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两个，双方各两个。哎、欸，哈基给你啊。哦，哇，好猛哦！那个人都不讲的、欸。哇，那、啊、那个人都不晓得在干嘛、啊欸。有没有吃的？给我一个。啊，被清掉了。我正在买，有人要吗？好啊，是的，两个就好。好，给你一些。那如果帐篷重置的话，珍珠会重置？对，我现在要去试试看。不会。啊，你给我点惊喜好不好？你剧透我干嘛？是啊，最讨厌剧透了。真的。对啊，国王来了，蓝队国王来了。哎，国王又来了啦！国王才送头的。哦。靠你们了，我血残了。嗯，国王傻乎乎的，很喜欢战斗的国王，而且还穿皮革装。对啊，傻眼。吃饭饭。你这样对我会难过啊。对啊。吃饭。吃饭饭。吃牛排。哦，补补血。行，我的手榴弹要用完了。三个，就捡到三个。哦，谢谢。路上的三个手榴弹，好像是我自己丢出去的。一二，
算了。有有附魔，附魔好。嗯，现在衣服要附魔需要怎么样？把衣服丢在……我刚刚捡到什么东西吗？丢到那个附魔台上，让他先把那个洗掉。哦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好，对对对。你卡多个减刑喽！啊，黑曜石镐不要用掉，它就是最好的。嗯，好，效率为没有用。对，我居然是效率三啊！哦，黑曜石镐是效率三。你可以两把黑曜石镐加在一起变成效率四。真假的？可以这样吗？有吗？可是上团团用效率五挖没有快。我记得是这样子。没有。哇！啊，痛痛痛痛痛痛啊！是啊。那你知道中介珍珠是干嘛的吗？啊，中介珍珠被抢走了。嗯，啊、没关系，我还留一个。啊，不小心丢出去。你丢什么？天眼哦。对啊。你才刚放过哎、欸。对啊，所以我才都不小心丢出去了。好浪费、哦。我想说，浪费了一个。对面已经蓝了。马来西亚，我们有的是钱。好。这国王真的，巴西的国王浪费两个中介珍珠，然后自己快死掉了。然后把自己丢死吗？打他，打他，扁他，揍他！他丢无敌，他丢无敌 ，no， 无敌，无敌，无敌啊，无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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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，无敌，无敌！装备好了，装备好了，麻烦的时刻结束，就这样浪费两个终极珍珠，那危险哎、欸，他们国王危险，危险人物哦，不是危险人物啊，他已经快死了、啊，嗯。哦，战争结束了，一点一点期待感都没了，还有不想挖帐篷了。直接杀国王吗？啊，直接 OK， 够好。OK 吧，我来当国王猎手。国王猎手为什么要点点点点点呢？五六六，六六六。哎、欸，你们知道五六六当初那个广告是灵异广告呢？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哪一段啊？哪一个？多个头，多个头。就有一个广告，他马上后来马上撤掉了。你去 Google 就有了，超可怕的。五六六，然后空白灵异吗、哦？对啊。啊。觉得怕嘞、欸。然后再搜寻汤匙杀手。汤匙杀手。汤匙杀手。汤匙杀手太好笑了。很棒啊！我觉得超笑。哇，巧克力也知道啊！那就从头笑到，明明是杀人事件。八九八，九八九八 ，Go！ 走，走不走？那你们那直接让两队完成的稿子，那个指令，我们就用那个指令，强制开始，冲哦！哇塞，冲啊！去张天花，有了去了，有了去了。我可以在上方支援，我也可以在上方支援。啊、我带弓、啊，还有带炸弹，炸到我自己了。啊，痛！他们有人下去了，他们有人下去了，摔死一个。哎、欸，被炸掉了。没有，我不小心的。我到两个，我到两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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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百块赚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有赚有赚。哎呦，十一块是哦。哇，反正你怎么裸体了？我裸体，我一直没买装备啊。你吓死我了！他们西瓜也来了，有射西瓜，没事没事，射到西瓜。哎呀呀呀呀，痛痛痛痛！哎、欸，这边怎么悬空的？痛！那个技能是要 Q 出去还是要、Q 出去 ？Q 出去 ！Q 出去！先是输嘛，输你按右键，然后就会获得东西，都是用 Q 的。OK， 西瓜，西瓜，你这样子，有人等下炸你哦。用刀用刀，没关系，这些我都记得，记得一清二楚。中，吓死我，吓死我！是谁偷打我？哇，死掉了，我没死。国王是国王，居然是国王！喂，有中有中，他快死了。五滴，好碎呀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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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食物没了，食物没了，食物没了，回得来吗？你回得来？我会问你，我会反星，我会。我没电的，这里这里这里。我有电的，我铺好。啊，我当初就会了这个、啊，那边很难铺哦，刚刚。超难铺的，因为是半砖。回家买食物。西瓜子吧，西瓜子吧啊，西瓜子吧啊，西瓜子吧啊。好凶，好凶，好凶，哇，不好。
噔噔噔噔噔，你当西瓜好朋友啊？跑不起来啊！食物，西瓜只能有一个。真的，西瓜那就给他，那就给他，给他，给他。好了，那就不要争了，不要争了，不要争了，不要争了。西瓜只能有一个。哎，注意哦，在打的收手喽。他们要力量喽，大家小心。他妈力量，他妈力量，他妈力量啊！我讲了，讲了，你累慢喽。我看到你有支援你，支援弓箭支援，这感觉好像是我射死你一样，死掉了。对对对，对，我现在还是铁剑，对哦。换一下了，我去他们家换一下了。去他们家，是这样吗？你不在家里比较近吗？你是想说我也认不出你。安静了，突然安静了一阵。下回。啊，雨水晶也是 Q 吗？嗯。雨水晶买了就直接有了。对啊，直接买啊。哇哦！哇哦！你怎么现在玩啊？你要等钱很多一次玩，让他们连赚的钱的机会都没有。我还以为厄运水晶是带在身上的。哦，他就替报仇，让你比较厄运吗？不是啊，你在免洗有人哦。哦，这个炸弹，他是自己他自己吗？他继续喊。他们为什么有人炸自己人啊？开心了吗？说不出来。那我换个东西啦，讨厌鬼！你在人家家里叫？哎，他们光不补血，剩十三滴血。砍他，砍他！他应该是没食物。对啊，刚不是清过一次了。恶灵可不可以强迫选举日啊？干什么啦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觉得对面要吵架嘞。我来真的喽。对啊，那国王怪怪的。对啊，他一直在送哎、欸。对啊，换一个国王。好啊，好啊，换个国王，换个国王，把这宝石还给他们。对啊，还给他们。选举日，国王怎么敢选啊？打他！打他！打史上最坏的西瓜。嗯，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这个还掉下来。好坏哦！我还偷杀其他人，就捡他的，居然就牛排。蓝队国王重生了！哎、欸，怎么换个光？换个光啊！喷一些在你身上。我们家没有国王。我家没有国王、欸。够了，太多太多太多了。我家不是有，因为我有点多。哎、欸，他被炸飞了。哎，换一个国王光死了！哇，这是什么状况？这没有办法、啊，刚换而已。他们有隐形人呢、哦，要小心哦。我怎么打不到？刚有看到。我有很多的箭矢。呜、嗯哦，想炸我！喂，嗯，我当最烦的那种，一直一直刷，一直刷。超烦，要小心隐形人哦！我想要丢武器出来啊！嘿，嘿，嗨，嗨！哦，有隐形人吗？有，我刚刚看到有粒子效果。嘿、欸、嘿，你是我的意思吗？哦，哇，好高，有点恐怖。那跑去哪里了？我需要炸弹，我没炸弹。哇，无敌一滴，无敌！你怎么无敌？你变态！你不贴，你变态！你不行这样啊！他炸里面，他炸里面，在家，在家里，在家家里，家里小心哦！他出来了吗？没。不要这样。哎、欸，他死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里有，这里有地雷。又没装备。你抓回来。好。哦，王王，你在那？哎、欸，嗯？什么？你看到我了？对啊。有一把剑掉在地上。你刚好顺便去合成一下。有事吗？没有啊，就玩一下嘛。没有没有，我是说别人。地雷地雷地雷，冲阿伟啦！
他才到了，他被关好可怜啊！我只是要走不走过去而已。我看旁边，我想说引爆说，他进鸟引爆嘛？对，还有哪里还有？这边这里面，这个里面，鹅卵石里面，鹅卵石里面，引爆后面，你后面，你后面，你后面，这个这个啊，哦，友军被你吓到了，无敌有这么久？我还有十秒，无敌十秒。我刚刚突然腿软一下，怎么了？我盖太高了，我盖到天上了，也太高了。你多高？我盖到天上吧。我忘记了，我在听你们聊天，然后在盖我自己，忘记我们在直播。小心被太阳烫到啊！没，我要去找。盖那么高干嘛？不是，这以前有个那个吗？民间故事就是蚂蚁怎么来的。一个很爱吃的胖子，哦，你说好鼻师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他是一个很爱吃东西的，然后跟皇帝还是谁讲吧，要盖一个天往天国的那个梯子，哦，那边有美食，就是爬爬爬到后面，就是好像断掉摔下来，大家就是碎掉变成蚂蚁。居然，这我第一次听说。有啊，嗯，我只知道那个太靠近太阳，然后翅膀被烧掉。哦，有哦，也有这个故事，但那是希腊的。对。我在边激战边聊天的，啊，我的妈！我跌出来了，现形喽！哎，二零，我跌出来了，嗯，我跌到边界外了。我在屏障上面，我在屏，哎，欸，有没有人要上来啊？屏障上面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往二楼，往二楼，往二楼，啥呀？二楼二。